出来。安娜，爸爸。今天是你的。今天我的。嘿。哦。哎，阿爸啊，你。好啊，我要回来啊。回来。要回来，答应我。嗯，我衫就伫你的手啊，我要回来，衫用你。今天啊，你。嘿呐，那衫你的舒服。我甲你补甲你的衫破鼓鼓，我补甲你看，才水着。你会当穿嘞，拢袂寒，我转来。等下，今天唔是衫，今天是啤酒了。哪样呢？师傅，你嘛足奇怪，你想要欺负我这个查囡仔？我给你的是一领的破情衣，你甲变作一啤酒了，还着想要落我？来。答应我啦！但你那衫破鼓鼓，我爱你那衫要怎啊？无啦，要回来啊！答应我。苏荷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未出嫁。你是正菜人，这款行动对你名声嘛无好哦。放手。放。放手。啊，你若答应我，我就继续甲你花咧。我无啥通用，你啥已经用过啦。放手哦！放手哦！何君伟，何小姐，你若再继续当街有令阮之乱，我来去个燕郊问我，规冬何酒，甲你毒起来，控告嘛！乱出来有影，足可怜啊！剩一领衫硬要甲我抢，足爱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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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燕郊王墓内有一只千年龙，当在伊当着寺外分流四海，有一个奇人，路过上好一个徛雷朝天，来看到伊各家小姐甲彩霞，美流千千动了凡心，如今你想要做各家的家产，但是对方已经大兄分一两寒之辈，卖入红尘道义孙娘的门下。就会来招待你二位前，要招待你给我两位钱，给我两位钱，安尼好听来叫你这哎，要来听小姐讲些话声音，刚才多久来，比到这块客官也无，大家模样现在二位前，要招待我两位钱所在。越讲越讲真谛，你还偷提小姐提了几个三个？啊，小爷吼，啊，人唔做偏偏在你做精神啊！英雄所安排。最公守护你，最公保护你。内面的二位前，有集团的团主，带着阮小姐当兵。
你那爱计绝对无问题。可以划桨。
卖，你是千年的狐狸精，也到一要大千金的小姐，人甲狐狸哪能结亲情？强行甲到小姐嘛无性命，三项必须你要求，如今来到最后年，阮是双脚跪着求，爱我三项的物件，我应付尽了。兄弟，老酒精头一人骗你，把你的狐狸皮强行你致命药。天命道行，不有贵，变成凡间人，不无贵，你性命爱无，你可如将济啊？为着割菜吼，把我狐狸皮。就算我红皮一双，无性命挂马甘愿。为了爱，要牺牲那么大吗？真正要牺牲啊大，挂愿牺牲。好，既然你若为着格格标价爱打红骗你，头一人就你的千年狐狸皮，证件我自卑为怀，我尽我的力量，将你的狐狸皮拔去。我你变成凡间人，不将你的性命，啊那呢？以后你就要经过生离病死、六道轮回之苦啊！就算着我六道之回之苦，我嘛甘愿。唉，爱情是烧滚滚的毒药，人讲爱着甲惨死。哎呦，莫怪哦，也莫怪为着爱情想袂开，啊，跳十五楼一跳落来，这是袂马上的专辑。好啦。啊，竟然你若爱到这么辛苦，正正我是完成你，你准备画出关联，正正多谢你替我准备画画的一批。为了寒干雨露不行，当晚这几个月红衣陪，公公都还做主。这些都是感情的，就是二位门前才变出了几个春牛。狐狸皮，你若第二样骗你，应该问我讨酒。
我准备给你送土酒。安尼你要干哪？安尼出事了咯！你会惊呢？我当然嘛会惊。啊，你不是讲要为你的姑娘牺牲？可是，当然你嘛会惊。看着你兄妹情深，看着你对你的姑娘重情重义，搁再讲，你少少一个桃花树，修行只有八百年，要成就这道，但无容易。不然的钱，带着你这么情分，我送你到西方如来佛祖的身躯边，跟随着如来佛祖念经念佛，修心养性，到时阵要成就这道，是真容易啊！要哪呢？土树要开上挂金口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只要你离开到西方如来佛祖身躯边，你的土树就空壳树。到时阵，谈起来对你无影响。真是的，多谢济公万福，感谢你，素兄素啊，代志已经甲你完成，我希望你甲到小姐会当幸福快乐，随时变为人类。但是你嘛要好好修行，好好做人。你若是好好修，今天有可能咱还阁有机会见面。